就算巨蛋无法相约，也要陪你解封这个夏天。全球人寿831人生就是用来叉叉的2021线上生日趴，8月28晚上7点 ，KKTix 虚拟场馆线上串流直播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，人生就是用来叉叉的，自行填空，自贴标签，你怎么活才是正解。零距离的妖怪生日趴，逆转低气压，在家一起唱。8月4号 ，KKTix 门票套票开始贩售。8月11，全家便利商店满额加价购。8月28，期待与你连结。